开饭啦！我们今天又非常荣幸的来到了奥克兰北岸地区的 Master and Apprentice 餐厅，大师和他的学徒们，多么有霸气的一个餐厅名！今天我们吃他的头盘招牌菜，主菜叫做、Bourbon Pork Ribs。那么说到了 Bourbon， 一定要提到它的做法。这款猪肋排是用美式的 Bourbon Whisky 一起烹饪的。刚才菜刚拿上来，我就一定闻到了这股香气，非常棒。它的配菜呢，这款色拉也是比较特别的，它是由 Fennel 也就是大茴香切碎之后，加上生菜以及紫色的包菜做成的色拉 Fennel Salad， 非常有这个墨西哥特色的烤玉米，这样一盘，连它的盘子都很有当地特色。我们是非常推荐这一家墨西哥风格的奥克兰餐厅，是驴子是马，拉出来溜溜，我们就来试一试这款 Pork Ribs。 大家有没有看到，轻轻一切立马就分开了，烹饪的非常到位。几乎不需用任何力气，这块肉就完整的取下来了，非常漂亮。烹饪的时间应该很长，我们来试一下。很浓郁的 whisky 的香气在里面，同时呢，这款酱汁浇得非常均匀，每一块肉都有吸收到。猪肉最怕什么？就怕酱汁不均匀，没有办法去除掉猪肉本身的腥味。那么这款就没有这个问题，非常棒。整体的构造也非常诱人，真的是让人垂涎欲滴。如果你这时候手里抓上一杯新西兰本地的啤酒，约上三五好友，一定是很棒的一个享受。